今天和朋友们一起欣赏漂亮的石头，啊，这每一块都是从天的石头，一块一块这么来。先看看这个，看这个老皮，两个眼睛、嘴巴，有一点脸谱的那个味道吧。这样看，这个就是这个皮色非常非常的好。你反过来看，它地面是锋利的，你看。不像那打杂器嘛，近期这个打杂器呀、比较火爆啊。所以人们先说的打杂器，就是好像是古人的这个工具似的啊。咱这个没研究，他就自己看，当棋子玩啊。看第二块，看这个玉化的非常好，全皮纹啊。这个石头这是皮纹，这是戈壁滩，这是这个黄蜡石。玉化的包浆的这个皮纹，玩这个皮纹就是自然颜色呀。再看这个就是那个阿拉善的戈壁石，叫阿拉善彩玉，彩石彩玉吧，反正就是个玉化的，或者叫玛瑙，反正阿拉善的石头。你看它这个样子，像个小猴子头似的。啊，质地非常好，角度不同，观赏的内容不同。看往下看，这是个黑老皮，这是阿拉善戈壁滩的黑老皮，黑皮石。其实这个石头造型是够好的了，这样看，两个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看鼻子、嘴巴，它这个人头像，它这个人头像，这样放，这是头顶。包浆好，完完整整。这个石头其实是很好石头。这块小石头，这是个头像，两个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啊，石头不大，但是很精到。镜头是不太亮，另亮一下。你反思过来，这样看，像浮雕的什么文字似的，这样这样要看文字了。这面，这个眼睛侧脸，一个人物的侧脸，是不是？小石头，还是继续看下面的。这个是个风铃石，你看它这个棱角包的，一听有特点的，旋转过来，这个像个什么？谁想？反正挺有特点儿。这个是个马牙石，戈壁滩的马牙石，是个人头像，漂亮。这个是个玛瑙，像一个小角。免洗，玩呗，先看这个，这是个红碧玉，像个人物，这是侧脸脖子，衣服，这面，戈壁滩的红碧玉，这个小石头好，这个小石头，人物翘的。玛瑙和绿碧共生石，八件儿，我觉得这个石头挺漂亮的，还是挺喜欢这个石头的。再看上面这个是个好东西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是个华尼呀，放这儿看。玉化的花泥，非常非常漂亮，一个手把，它这个能立起来，像个什么造型？有没有像凶器？像个什么动物？反正这个石头好，彩泥花彩泥，玉化的，完全玉化的石头，这真的是，
这真的是一个很漂亮一块石头。这一个石头前两天刚才一看库房的，打开，你看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的包浆非常漂亮。这样翻过来看，这样翻看人物，这个人物很形象的鼻子、嘴巴、上面眼睛，这个人物是非常非常形象的。两面皮色，你看它玉化的，这个整个皮光玉化的，非常非常漂亮。这个皮色，看这个皮色，是吧？我在上面摆两个小马，它又成了个小造景台似的。小树，风铃石的小树，天然的树干，树枝茂盛，漂亮啊！还有这个带钉的，它平平的，上面你看，上面这个像带的什么符号钉的一样，俏色的这个图案浮雕似的，但它是。方方正正的这个一个正齿，非常规整。拿手里看，它非常规整，就是天然这个浮雕。两个眼睛像虎头啊，反正怎么说，其实吧，大家看，纹理地面桥红色，平平的，做个正齿啊，很好的石头。今天最大亮点。这块石头，看见了没有？人物的头，人物坐在这个一根柱子上，像那个少林和尚坐庄练功坐庄是一个东来，拿起来，这个石头相当漂亮，来吧，拿起来看看这个人物的头出的，我们转过来。近景来看，然后在远景来看，都非常漂亮。再横过来这样看，这个石头好几个看点，你这样看，看又是个看点。主要就看这个主看点，真的是漂亮至极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。分享到此，每一块石头都很有特点，都是纯天然的石头。哎，这个没记住，这个忘了，这是纯天然的啊！朋友们看看，它这是蛋白石，圆形、圆皮、圆色、圆形的，你看清楚吗？放在这下面看，两个鸡蛋。但它是纯天然的，漂亮吧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此吧，分享到此，欢迎大家交流指导，拜拜。